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菠萝上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介绍就是面前昨天入手的奥特曼怪兽对决软雕系列，我们的 Cosmos 的日冕形态对战这一只怪兽高尔美帝。那既然是介绍高斯呢，那自然就把高斯的一个原始形态给拿出来了。等一下呢，可以跟这个做一个对比。盒子的峰会就是高斯奥特曼的一个皮套，万代2001年世纪远古的一个标志。侧面呢就是玩具的一个全身像，背面同系列推出的五盒，这五盒我都有入手，所以呢也会在之后的视频给大家带来更新。侧面呢就是这个高斯的一个软胶实物。好，我们闲话不多说，直接打开内盒。那这个盒子呢，店家保存的还是非常不错，像距今都有16年的一个历史啊，岁数都跟我差不多大了，就买到这一个玩具。来，把所有的都给拿出来。高斯。好，这样的话，这一盒软胶里面的东西都给我们拿出来。我们就先从奥特曼看起吧。那日冕形态呢是高斯的第二个形态，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因为高斯它应该算是连接着盖亚之后推出的一个新的系列的奥特曼，所以呢它也是有很多突破。比如说奥特曼变换形态之后，整个身体啊连叫声都有改变，这就是我们的高斯。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一款的头雕啊非常的还原，而且胸肌方面我觉得这一款软胶做的真的很赞啊，整个感觉的要比这个月神更加的壮实，因为月神本身就是慈爱的嘛，那日冕呢它就是属于那种战斗的，因为它可能会对战那种混沌病毒的时候会使用这个形态。它整体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采用了这种不对称的一个设计，你看它这边完全的不对称啊，这边也是蓝色银色红色，就是高斯日冕的一个标志啊。啊，腿部也是一样的，背面呢这一块软胶也没有给我们做出什么透色啊，整体是很不错的。头雕方面我们可以跟月神做个对比啊，你可以看到高斯这两个形态的头雕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耳朵的一个里面的黄色是一样的，所以呢整体都是很帅气。但是高斯的剧情我觉得拍的并不是很吸引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高斯的收视率也没有迪迦平成三杰那么高吧，手臂可以360度旋转，哎，这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腰部，哎，不过这一款好像有点紧啊，所以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旋转了，很难旋转啊。整体就是这样啊。说到高斯呢，我们就给大家听一听高斯的一个变声音。那我们这边拿出这个灰石，哎，这是10万版本 ，DX 版本太贵，简直买不起啊。Cosmos。其实这个10万版本做的还不错。